Round one， 这胸围跟腰围怎么量啊？我想着要杀他，他就天真无邪，对我投怀送抱。行了，没事了，忙吧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绝对不会看人去死的，一定会出现奇迹的。没有奇迹，我也会创造奇迹。其实我已经找到了治病的方法了，可我不想那么做。三公主对汉墨当真没有半点防备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，哎，我再脱一件。你干什么？难道少杰要亲自动手？流氓！我流氓！我什么都没干。我 Round Two。芊芊不要！芊芊，少臣，有酒里有毒，你别喝。你现在什么感觉？绝。突然好想吃石榴。这个季节应该没有石榴。你也对，武功尽失的人不配吃石榴。白锦，去买石榴。是。少君，石榴。石榴。我只是想看看有没有，有就放心了。没有胃口，吃不下。拿走。少君。不如我修书一封，你我解除婚约吧，去投靠我二姐陈楚楚吧。我已经是废人一个了，二姐受众人拥戴，前途似锦，定会护你周全。二郡主身负重伤，情况并不怎么好啊。什么情况？哪个混账竟敢加害于他？那位二郡主执行秘密任务，约好了以烟花为号，不知道是谁提前把烟花给点了，阿郡主的行动就暴露了，这不给你阿虎盯上了吗？烟花怎么会照到楚楚呢？
烟花兴许只是个意外，韩少君还是可以考虑一下在二姐。我是不会离开你的。三公主好生休息，有什么事尽管吩咐韩某。你给我等着，他们已经走了。 Round 3，什么呀，我不跑，我等着你们砸我。今天西红柿还挺大。对呀、啊、三公主您误会了，这些都是我们送给您的。三公主，之前是我们不好冲撞了您，我大哥是林家矿上的，听说发生了矿难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了，是你和韩少君把他救了出来，谢谢你们啊。是是，没事，举手是吧，举手。这回抬起右脚，用力向前使出左拳。继续。你故意的？你就想看我出手是不是？明明是三公主你一次次投怀送抱。不灵。哎，好，不闹了。现在是认真的，我教你怎么打败林七。怎么打败？福尔过来。是属下疏忽，居然有漏网之鱼之属。你给我拉远点，八姐，再远点。走。少君，请给属下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吧。不必了。本少君要重重赏你啊！那个，再也不想看到你了。Round four，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就是想靠近裴思雪。你都已经有韩硕了，就应该管好你的眼睛和你的嘴巴。哎呀呀！三公主是成了亲的人，最好与外男少接触。我上课呢。这蠢直男不开窍。